三层，你越来越，因为你每次都留住了上一个连接，上一个连接。那第一个连接这么大，你保留了；第二个连接这么大，你又保留了；第三个连接又这么大，保留了，越来越大。那最后你控制住了这个。所以每次延伸一撇转，垂直，把力量回到零。垂直力量就代表零，撇转，垂直的。看，我站起来是不是垂直的？好，那我放下来，重新去延伸。好，回来，垂直的，重新去延伸，再垂直，重新去延伸。每一次的力量，因为你每次用到的是不同的后背，所以每一次要重新去找到这个延伸的力量。来，试试准备。